大家好，我是海鸥，今天给大家分享泰式风味系列的新品斑斓菩提蓝绿，具有斑斓特有的清香味。这款产品用到的原料有斑斓糯米、葡萄干、炼奶、淡奶、牛奶、黄金果糖、特调栀子花茶汤以及冰块。先在杯中加入50克斑斓糯米、30克葡萄干，在雪克杯中加入200毫升特调栀子花茶、10毫升果糖、20毫升淡奶、25毫升牛奶。10克炼奶，用长把勺搅拌均匀，再加冰块到450克度线，一起将它雪克均匀，然后倒入杯中接近满杯，最后加上斑斓叶做装饰，这样就做好啦。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咯，了解更多茶饮产品制作以及开店干货，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兔奔跑茶饮学堂，记得关注我们哦，拜拜。